感动过你勇敢的心，带着朋友们一起迎挑战，毫不捉迷藏，越过小障碍，团结合作，我们不怕困难。小鹏在前面跑，茉莉跟得紧，乐乐藏在草堆里，嘎嘎跳得高。茉莉说，我们都很强，勇敢和快乐在心中闪闪亮。勇敢的茉莉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农场里的动物们正在享受着新的一天。这里有快乐的母鸡咯咯，爱玩水的鸭子嘎嘎，还有那只胖乎乎的猪小胖。但最特别的是一只勇敢的小狗茉莉，它的毛色像金色的阳光一样耀眼，眼睛里闪烁着机智的光芒。这天农场的动物们都有点无精打采，哥哥在鸡舍里打瞌睡，嘎嘎在池塘边呆呆地看着水，小胖则趴在地上发出微微的鼾声。茉莉看着大家，心里想，这可不行，农场应该充满欢笑和快乐，我们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这一天。茉莉决定要改变这个沉闷的氛围，她勇敢地站在草地中央，抬高嗓门说，大家听我说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挑战一个大冒险，这样我们才能再次找回快乐和活力。动物们都抬起头来，有些好奇，有些疑惑地看着茉莉。茉莉热情地说，我们可以来一次大冒险挑战，每个人都能参加。我们可以跑步比赛，捉迷藏，还有越过障碍赛，这不仅能让我们开心，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勇敢。哥哥、嘎嘎和小胖开始兴奋起来。哥哥说，我喜欢捉迷藏，嘎嘎喊道，我想要越过障碍。小胖笑着说，那我来比赛跑步吧。动物们按照茉莉的计划开始挑战，首先是跑步比赛，茉莉和小胖在田野里飞奔。虽然小胖很胖，但他跑得却非常快，茉莉则在他身边勇敢地跟随，最后他们一起冲过了终点线。接下来是捉迷藏，哥哥在草堆里藏得很好，但茉莉用她灵敏的鼻子很快找到了他。最后大家一起挑战了障碍赛，嘎嘎在跳过小树干时表现得非常勇敢，而茉莉则带领大家顺利完成了所有挑战。挑战结束后，动物们都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满足的笑容。小胖说，茉莉，谢谢你，你让我们度过了一个这么有趣的冒险，我感觉我们都变得更勇敢了。嘎嘎点头说，对呀，虽然有些挑战看起来很难，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就能完成。茉莉高兴地摇着尾巴说，没错，勇敢并不只是面对危险，还包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团结起来完成目标。我们今天做得太棒了。太阳慢慢下山，农场又恢复了宁静。茉莉和她的朋友们躺在草地上，仰望着天空，感觉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茉莉闭上眼睛，心里充满了感恩，只要我们勇敢，团结合作，就能克服任何挑战，找到属于我们的快乐。
在这个夜晚，小朋友们记住茉莉的故事吧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快乐，这样你们的每一天都会像这个农场一样充满爱与笑声。晚安，好梦。